彰化基督教病院这一摆甲鹿港镇南势社区联合举办推广健康的活动，健康做伙向前行，现场吸引足多乡亲世代来参与。这对婆婆妈妈即摆大下仔啊，拢来咱遮咧做。南势社区的乡亲聚集伫广场做运动，借着运动培养出健康的身体。我想每一个社区若发展真好势的时，镇长在经营啊，就会过真顺利。伊的所管理也是伊服务的社区，也是诶人民上吼，爱有健康，搁有平安。义工妈妈做会煮美味可口的中昼顿，准备大家要来博感情。啊，咱因为有这奖金咧，甲咱斗三工，互咱会当来办这活动。今仔日日头真炎，但是咱遮长青俱乐部的成员呢，都是咱健康的表示，咱来拍鼓啊，甲因鼓励者。这一摆奖金唔呐推广健康的饮食概念，又搁免费做健康检查，宣导定时健康检查习惯的重要性，和社会大众有一个自我管理健康的概念，以确保家己身体的健康。中基新闻郭启宏、严光胜实习记者李凯伦采访报道。